如果同种武器子弹统一会怎样？意思就是步枪用一样的子弹，冲锋枪用一样的子弹等等。真这样会发生什么呢？变化一，专属子弹将删除。游戏里目前有非常多的子弹，包括通用子弹和专属子弹。通用子弹有 5.56 毫米、7.62 毫米、9毫米、点45口径、12号口径。专属子弹就是几把空投枪的专属子弹了。如果同种武器子弹统一，那游戏里的专属子弹必然会被删除。总不可能所有栓狙都用马克南或者点50口径吧，子弹都找不到还怎么用呢？变化二， P90AWM AMR M200 大加强。这四把枪就是使用专属子弹的武器，在游戏里很多人不想用它们，就是因为子弹打完就没了，还不如用其他枪，最起码可以捡。但现在同种武器子弹统一了，他们也会使用地图上能捡到的通用子弹，这样困扰玩家使用他们的最大顾虑就没有了，他们也就得到了大加强。变化三，游戏会变得更简单。这样一改，游戏里的机制就变得简单多了。像以前步枪有用 5.56 毫米、7.62 毫米和9毫米子弹呢，现在就变成了统一用一种。冲锋枪之前有两种子弹呢，现在也变成了一种。游戏会变得更加简单明了。